点啊？辛唔辛苦啊？诶，跑两个圈点会辛苦啫？早排啊，唔小心喺街度踩到蕉皮，成个人跣低咗，又要食药，又要照 X 光，仲要冇得做运动添啊！嗰啲就真系辛苦啦。哦，我记得上次医药费仲嘢少添。唉，有时候我都会谂啊 ，Cookie 咁百厌，如果佢第时因为意外整亲，都唔知道几多医药费先医得翻。你咁锡 Cookie， 多多钱你都会俾噶啦，就算几贵都好，做主人嘅都唔可以因伤弃养。宠物意外受伤都应该得到治疗嘅机会，更何况佢哋嘅梦想都只系想继续陪喺主人嘅身边啫。我谂 Cookie 最大的梦想就系喺我哋嘅身边，等有人帮佢开罐罐，带佢出去散步，同埋有人帮佢执便便咋。哎呀，正经啲啦！为咗 Cookie， 我觉得我哋都应该要帮佢买翻份宠物嘅意外保险先至得。乜宠物发生意外都有得保嘅咩？梗系有啦，就好似中国平安冒箭底费嘅无牙意外保咁样，喺投保之后，宠物意外受伤嘅时候，优宠同埋智宠计划都会帮宠物提供全方位嘅意外受伤治疗保障，由兽医门诊到术后嘅住院保障都一一涵盖。而且仲有三种贴心计划俾你拣，全年意外受伤治疗保障额高达90,000元，总有一种计划啱你心水嘅。喂呀，我听我讲噶，你讲得咁吸引，我咪即刻上咗中国平安保险嘅网站了解一下咯。行啦 ，Cookie 仲未食饭啊。